简单玩游戏，游戏简单玩。今天要来帮大家介绍明日之后的几种跳跃方式，东西大家可以稍微练习一下，那对于打高效是非常有帮助。那这边简单稍微跟大家梳理一下，目前的明日啊有几种跳法。假设以这个为起点啊，这个为起点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是一般的跳，一般的跳是像这样子、哦，跳好落在这个。那我们一共跳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一般的前跳的位置大概是八格左右，大概是八格，差不多大概7格到8格。好，这个是最基础的一般的前跳。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翻跳距离哦。有点歪掉，大概是1、2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只有七个，就竟然翻跳会比一般的前跳还要短。我们再数一数，再数一数，是因为，好，这看得见的出来哦，一般的翻跳只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一般翻跳只有7个。好，那接下来如何提高翻跳距离呢？这边有个小诀窍，这边就会有个小诀窍。好，大概会落在这个啦。我们刚刚有点偷跑了一个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几乎10个、哦。那这两个翻跳差在哪里呢？差在一个有按键，一个没按键。但这个对于一般手机玩家来讲，可能会比较难操作啦。只要你有按前之后呢，你的跳跃距离啊会稍微增加一些些哦。来，再看一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基本上至少会到9格距离哦。如果你在跳跃时钟前跳跃的途中，前有按着，这样基本上距离会稍微远一点点，有点小失败。大概会有9格的距离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如果全程按着前，基本上会有到10格的距离哦。好，那这是一般前跳系列哦。那这边我做一个小小测试，我看一下跑速对这个前半跳会不会有影响。所以这边我换上了跑速提升的枪啊。那我来做个前半跳试试看，这个比较难跳一点点。看起来其实会很远哦。来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哇，这个有在提升跑速的情况下，前半跳可以足足打到12格之远啊。大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加跑速有差如果加跑速的话。好像翻的距离会稍微远一点点。哇，这个如果抓得准是可以飞非常非常远的哦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最远可以飞到13格。如果你距离抓得很漂亮的话 ，tempo 抓得很好的话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简单的，比较简单的、啊，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狙击后跳、啊。那这个只要抓稳就好了。那我们直接跳看一下距离大概多少？大概是这个啦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概是8格。这是后跳的情况，后跳的情况大概是8格左右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，OK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按着后的后跳，按着后的后跳。来，会发现哦，距离会拉非常远哦。这边距离大概是1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这个是12格、哦。所以基本上、哦、目前最远的跳跃啊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目前最远的跳跃大概就是中枪的后跳，中枪的后跳要一定要按着后直接跳是没办法。那再过来跑速会有影响哦，所以如果用一个跑速中枪的话，基本上可以获得最远的跳跃距离哦。然后那这些东西学完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一些所谓的实战练习哦。